拿这个把脉，给表妹吧。爸爸妈妈睡觉了，啊、妹睡觉了，要粉粉的哦。他表妹都不粉粉的哦。煮菜了吗？加快了，搞好了，鸡搞好了，现在等着人回来，等着人回来搞饭。爸爸保护我的啊！这应该，这应该，那你再来点肉好吧？嗯。慢一点吧。嗯。你拿这个是什么？你自己问你妈妈，你拿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石头丢鱼、啊，那个是鸡尾巴。等一下，呀，丢掉！不是，你拿鸡尾巴我哈？呀，小鱼。那干了不怕是吗？这个鼻涕呀、啊！天哪！吃鼻涕。过来。嘿。干两干的。爸爸。你爸不是我爸，怎么你菜都全部都煮好了，那还有什么？爸爸那都是等他们吃饭，他们过来才敢干。哦，钓了一个小鱼呀、啊！哎呦，看不见的不，像皇帝的新装一样。我要一个给我妈。来，给你。他那个狮子是什么？路亚。哦，叫路亚，得鱼啦。我等你了嘛，哪哥哥给你吃呢？不吃，我、哦、不吃嘛。吃不了啊。那掉来干嘛？你看阿彪。那又给你。等它动了现在。哎呀，嗯，那你不等它动一下嘛？哎呀，一个。我要动了，去偷起来，看看。嗯。嫌弃的吧，那都没有耐心呢。你敢打吗？敢打爸爸吗？收拾你。这么小的鱼啊，刘老板钓的鱼，反正不公斤，至少不公斤。我的妈呀，一钓都不得，这个鱼都不开口的呢。那鱼哥估计太高兴了，还是怎么的，都不开口。我们回去搞大餐去。上菜了，阿叔不吃了。阿叔也吃啊，你们大家都吃啊。大家都吃，表妹，看一下礼物。谢谢姑弟。嗯嗯，啊，快长快大好不好啊？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叫什么？算盘一响啊，黄金万两。算盘哦。好吧啊啊，来吃饭了，开饭开饭。你吃要给猪小队。哎呦，你给皮给猪小队，还是我帮你吃。有甲鱼啊，甲鱼没得吃，这个努力呀、啊！改动啊！哎呦，这里嗯，羊肉，还有土鸡的吧？哇哦！哇哦！两个蛋糕哦！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要叫他们吗？哦，美女，姐姐去叫哥哥，叫哥哥过来吧。叫小雨，露露他们。哎呦，这个小雨。笑鱼他们呢？哇，我的小。哎哎哎！你干什么？嗯，对。哇哇，又手大了。小美女不？你看，是小美女吗？我要拿小美女。你要拿小美女？你也是爱发。爱发公主。鼻涕又流了，来喽！怎么给一张小屏幕呢？生日快乐了吧？预备，开始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你来吃第一道，等一下俺俩帮你分。好好的。哇，不是你。哎，这个也是吧？这个吃不了。吃上了，吃上了。这个吃不了。快乐长大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是吃大餐了。再来一次吧。哎，猪猪妹，你帮我放那个沙发。啊，小雨，生日快乐！快乐，快乐！再来一次。来了，小雨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快长快的，帮我放沙发。你吃这个，你吃这个。哦，这个蛋糕就是用花生油做的啊。你吃哪个？快哟！小雨。那个姑婆，姑婆喜欢吃这个。我家苗就帮我做摄影师，他这里。是因为大家吃。我是这个外。那这个是你的。你的。哎，这个又好喝。来了，啊，兄弟朋友们了。吃到肉骨了。小姑奶奶嘞，快点小姑奶奶哟。今天来为你。够了。是吧？好了。哎，今天忍住了，是是是，给你一个礼物，试一下哈。我真的会让医生留你一生过的，好不好？怎么黑呢？怎么当黑？今晚我们吃饭，吃饭都是说诚实的。那你讲嘛？我在外面吃饭。是真的吗？不是假的。哎呀，这样子接了，接他们硬包。你要打给你，你要打给你，要过我一个生日，哎呀，这个生日有点多，我就这钱还要准备要喝喜酒了，又要多了吧？这个最近的，比较忙一点啊。今天呢也是我们小雨啊生日快乐啊，还有呢。也可以啊，这个大家也可以聚一下啊，一起吃个饭，团团圆圆啊，这挺好的。那我们就先这样了，咱们要上小庄啊，要开工，忙了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